楚大侠，我求求你，求你为我宋家报仇。时日午时，苍狼山巅，清风剑派楚飞扬上。你输了。你给我吃个什么？楚飞扬，我不管你搞什么鬼，是男人，痛快了断。是喜脉，教主。君教主，你果然真的。楚飞扬，教主，教主。来了，小子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，一定会的。刚发，我如今只有你了。不知教主，你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庚？毒药，终于忍不住要出手了。正相反，我要放你走，只要你为我做一件事。你现在早已呼风唤雨，无所不能，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对付楚飞扬。不过不是你那种不切实际的野心，如果可以，我一点也不想和那个人为敌。如今的江南首富是个姓梅的老家伙，梅家富可敌国，更有许多稀世奇珍，其中有一颗小小的珠子，世人叫他焚琴珠。我要得到他。这和楚飞扬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如今江湖上谁人不知楚飞扬几乎就是这梅家定下的东床快婿。你不该是最关心这个男人的事吗？怎么反而不知道？哼，你手下那些废物对付不了那个人且不说，难道连你自己也怕不成？这个你不用知道，随便你怎么想，只要你带了焚琴珠回来，我会给你解药，从此以后不再为难，如何？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因为别无选择。成交。老爷，我看上这里。是啊是啊，这位客官，您看这个，小子再给您换张桌子可好？慢着，小爷叫你慢着，你没听见呢？不知这位公子有何见教？小爷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识相的人。今儿个小爷心情好，请你一下。我心情可不好。说什么？小爷要请你是看得起你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哼，我本来不想与你们为难，可既然你们自己要找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自量力。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呢，我这么多人还怕收拾不了你？
楚飞扬。完了，哪儿来的小子，敢多管大爷们的闲事？在下楚飞扬，不知这位好汉和这位公子有何过节，要如此大动干戈？哎呦，原来是清风剑派的楚大侠，小的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楚大侠，莫要和咱们一般见识？那位公子是楚大侠的朋友？误会，都是一场误会。各位过谦了，我看各位也是侠义之人，怎会如此黑白不分，以多欺少？原来只是一场误会，只可惜了这里的桌椅摆设。楚大侠放心，咱们都是江湖中人，自然是讲道义的，这里的损失我们自然一力承担。哈，各位果然人侠仗义，如此在下和这位公子先走一步了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这位公子，在下楚飞扬，方才在下察觉到你体内真气不稳，可是受了内伤？哼，在下不才，但粗通医理，如果你愿意相信在下，可容在下为你诊治。公子且留步，在下并不乐意。如果他看见，我大抵要向您不保了。若是为了这颗小小的珠子丢了性命，实在冤枉。小心。这位夫人，在下眼拙，多有冒犯，还请恕罪。哼，难怪这么大脾气，怀胎中的妇人被我误认成男子，实在是唉。楚大哥，你觉得这个胭脂怎么样？啊，挺红的啊。楚大哥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哎，那酒楼上坐的不是我大哥吗？叔兄，如此美景佳肴，你我二人。看看他身边的那位是谁？怎么从来没见过？那个人，难得梅兄赏识，乃我叔某之荣幸。机关不对，该死的，那梅晨英竟敢骗我！梅家的宝贝，并非在这里。糟糕，叔公子，枉我待你那么好，没想到竟是个包藏祸心的恶贼。哼，你在想如何露了馅？叔公子满腹才华，想必听过“过犹不及”这个词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的易容术太糟糕，我本以为不过是个贪财的小毛头，但是你却在水源当中下毒药。舒公子，你知道梅家上上下下有多少人吗？400多条人命啊，你好歹毒的心。飞扬，你不能杀我。君叔爷，为什么我不能杀你？我说过，如果你敢染指中原，我绝不饶你。没有为什么，反正你不能杀我。哼，是吗？我现在就让你看到我究竟能不能杀你。你真的想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如果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求生存，因为如果只有把自己所有的尊严
都踩在脚底下，才能够活下去。飞扬，你认识这贼人？杀死我，你会后悔的。你会很伤心的。飞扬，你还听着妖人胡言乱语些什么？马上杀了他！等等，人之将死，其言远善。你不相信的话，大可以马上杀我。你有什么话，直说吧。啊！车，后头堵车。你醒了，我都知道了。既然醒了，就自己喝吧，对你的伤有好处。楚飞扬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，我有责任照顾你。你不杀我了，楚大侠？我还以为你有多侠义，原来也不过这么几斤几两重。随你怎么想，你虽然是个坏坯子，满肚子恶毒主意，可我既然说不杀你，就要看住你不能作恶。剩下的这段时间我会照顾你。楚飞扬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要么现在就一剑杀了我，要么就立刻给我滚。我不是在和你商量，你没得选择。只要你以后愿意改邪归正，唉，这个我也不指望了。只要你以后不再为恶，此事过后，你我两不相欠。至于孩子，你住口！楚大侠，你是不是可以回自己的房间休息了？哎，我没关系。我有关系。我不习惯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有另一个人在我房间里，尤其是那个人还是个上过我的人。那你好好休息吧，不过别想什么歪主意啊！我就在隔壁，有事叫我。当然，如果我要生了或者是流产了，我肯定叫你。你好好休息，别妄想逃跑，你跑不掉的。楚飞扬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说过，不要打什么歪主意。今夜良辰美景，又有美酒相伴，教主大人何不坐下来，陪在下共饮一杯？我没有兴趣，大晚上跟你在房顶喝酒。是我粗心大意，房顶风大，君教主要小心身子。他妈的，真该死。想不到君教主居然有半夜跳窗跳房的雅兴。不用看了，我很识货的，只挑贵的帅。哦，别忘了，还有你身后的门。谢了，你该吃些东西了。吃什么？我去拿来。
楚飞扬，别用那种口气和我说话。你别忘记了，你我始终是敌人。只要给我找着机会，我随时会要了你的命。多谢提醒，你先洗漱，我去拿些吃的。站住！我有手有脚，自己会去吃。你少管我的闲事。我以为你会想要在房里。哼，怎么，楚大侠觉得我现在不能见人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知道的。哼。我说过，不许你再随便杀人，你非要这么歹毒吗？杀这么多不相干的人，你就不怕报应？好像你没有杀过人一样，你手上的血可不比我的少啊，楚大侠。至少我问心无愧，你呢？你敢说？我当然问心无愧，我想杀人，于是我便杀了，我为什么要有愧？更何况，刚才那些人还敢羞辱我，真是不可理喻。那就不用理喻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你干什么？哼，点穴。废话，我问你点我穴干什么？哼，你说的对，我们道不同，我不用和你理喻，但是为谋不为谋可不是你说了算。我要出去办些事，你就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吧。混蛋，你这个伪君子，卑鄙小人，让你生不如死。我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没事，你可以缓一些来。正好给我收拾。你是肚子疼吗？让我看看。哎，你怎么那么顽固？汇集记忆只能害到你自己。你是一，你不过是个自诩正义的屠夫罢了。我说了没事，你怎么像个女人一样那么多事？这种时候还跟我耍嘴皮子，到底谁更像女人？是你楚大侠是真正男子汉，我他妈的像个女人一样，肚子里怀着那个东西。你想知道怎么回事？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儿子在我肚子里闹翻了天，我他妈的疼得死去活来。我要不要全告诉你啊，楚大侠？哎，初见时的军书也位高权重，意气风发，如今不仅什么都失去，还落入这般难堪境地。虽然明知他罪有应得，但也忍不住为他惋惜。要不是心术不正，以他的本事应该站在更高的地位，被人仰视膜拜，哪会像现在这般狼狈。我去为你接些药来，你再休息一下，别再想跑了。你该知道，这种时候留下是对你最好的。别出去看看，我先带你离开，回到客栈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还不赶快跳上来！我射中他了，他受伤了。
明明知道不要暗算你。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，回到客栈我们再好好清算你这个阴险小人。愣着干什么？解药！我说，解药！不准走！你以为你还拦得了我吗？你大可以试试。坐下。你真是个蠢蛋。你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。你干嘛盯着我？怎么，楚大侠后悔了，想杀人灭口了吗？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阴险卑劣反复无常？你可以回自己的房间了，别再妄想逃走。我没有耐心再和你玩猫捉老鼠。楚飞扬刚才的眼神不再是一贯的内敛温和，带着些看不懂的东西，总觉得不对劲，可又说不出哪里不对。难道刚刚从鬼门关上绕了一圈的人都有些不正常？谁？是我，楚飞扬。你又回来做什么？我来看看你。不用试探了，我看不见了。啊、哦？真的完全看不见了吗？一点点也看不见了？嗯，刚开始还能见到些影子，现在完全看不见了，只有一片漆黑了。那你是瞎子了。我一向知道高放的毒药很是霸道，只是没有想到有了解药也克制不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瞎一辈子、啊、你再在我眼前晃你那爪子，我就把它剁下来。我说到做到，你最了解的。俊叔影，我真想知道你的心是什么做的，为什么总是那么没心没肺。怎么，你还指望我感恩戴德？你别忘记了，楚飞扬，一直以来都是你像关押犯人一样对我。你以为我稀罕你那自以为是的照顾？哎，你是真的瞎了吧？你，我是瞎了，而且居然是为你这么一个混蛋。我楚飞扬活到现在，头一次觉得做了蠢事。你听好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听话，再敢给我添乱，我真的会把你锁在房间里，直到看着你他妈的把孩子给我生下来，听到没有？虎落平阳，楚飞扬，我早晚会扳回这一局。很好，现在滚回你的房间，在我找你之前不要再来烦我，滚。你我如今的状况要小心惹上麻烦，以后恐怕都要在房里吃饭了。你不生气？我差点杀了你。哼，可我还活着。可是你却瞎了，你应该后悔，应该暴跳如雷，而不是笑着给你的仇人送饭。什么大侠，什么正义，
你根本就是个伪君子，一辈子活在面具下的可怜虫。你在内疚？我不会对任何人内疚，尤其是你，楚飞扬。听着，我不想再和你吵，要救你是我自己的选择，即便真的死了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如果你觉得愧疚，至少可以试着听我的话。听话？听什么？要像你一样做个伪君子吗？如此自然最好，不过我不敢指望。我只要求你别再滥杀无辜，在胡乱杀人之前至少多想一想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凭什么命令我？你欠我的，而且你动摇了，愧疚了。你还能更自恋一些吗？哼，筷子给歪了，瞎子。仰天指引凌风故里，日落暮云底，可见残阳如血悬断霓。画色可谋细心利己，难将纷争比，刀剑未将化此一刻缘起。去而代之体，掌乾坤覆手皆知悉，窥天机点亮江南是你。笑无端若有说之意，苦难言不露一知己，恨是绝你即不是你即。骤然故里，日落烟容起，声音残阳切切掩杀意。画色可谋细心拥挤，渡江分整体，生肖如剑斩远不断难离。云为我取而代之体，掌乾坤覆手皆知悉，窥天机点亮江南是你。笑无端若有说之意，苦难言不露一知己，恨是绝秘计不是你计。小树啊，眉间隐形波。